大家好，我是身边的 Jesus， 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口罩回来咯。今天开预购，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会进货。有一些人跟我说会不会太便宜，而且是医疗口罩，台湾制造，对，有可能比较便宜，但是我目标不是赚钱，我口罩的目标是让更多人可以享受 Damn I love Taiwan， 靠我爱台湾这个时尚的品牌，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要一直加油，这个就是台湾的精神。我可以哪里买哪里买，我会在下边买，我把链接放在小盒子。我问你哦，你喜欢黑白共，你比较喜欢黑或是白，或是两个都喜欢？好酷哦，做口罩不简单，但是很酷，因为安全跟时尚没有冲突。 Damn I love Taiwan 的口罩 Boom。 这个是狮子吗？会。为什么狮子会去万华的阿公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一个笑话，你现在好奇吧，承认吧。好，我跟你解释，狮子有捡钱，为什么你没有去比较高级的地方？不知道，青煎爆吧，又性感的拉台妹啊，又对又累。如果你很有钱，为什么你要去万华很怂的阿公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但是阿多啊知道，哈那来哦。如果你想要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订阅按赞等你哦。有吗？还没，快点啦。好吧，你以为我跟你分享那么重要的资料是免费吗？是不是订阅也是免费哦？好吧，我知道是免费，但是帮我一下啦。靠北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us， 今天我要告诉你为什么狮子会去万华的阿公店。很简单，因为台湾的人情味，台湾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国家。有吗？拜托了，当然有啊，狮子有捡钱哦，不要小看狮子哦，有 money 啦，他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他比较喜欢去万华，不是他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，是喜欢啦，因为他不管钱啦，有钱你不能卖真爱，只能卖真奶，不对，你只能卖假奶。然后万华阿姨比较温柔体贴，好不好？不是帮你轮一下啦，他们是跟你聊天啦，关心你啦。也许狮子跟阿姨就认识很久啦，日久生情啊，传说中的人与人的连结，你懂吧？感情比较深，你不要带外貌协会。我们在西班牙有一个俗语哦，我教你哦，老母鸡鸡汤才会好喝，你懂吗？狮子会，狮子会欣赏好喝的鸡汤啦。哎呦，你都不懂啦，什么年轻妹妹，变态。狮子也会喝糖果的高温茶，你懂吗？60度的高温茶啦，好喝有体贴啦，不是运动一下啦。哎，都不懂啦，狮子喜欢大杯的高温茶，连泡茶不好喝。哎呀，都要来台湾教你这些有的没的吗？哎，妹妹很漂亮对不对？漂亮没有用啊，漂亮就卖一幅画啦，画品啦，这么聊哦。青春是什么？可以吃的吗？好像可以。不要这样子，经验才重要啦，培养感情啦很重要。慢热你会吗？狮子会。没有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台湾不一定是很酷的地方，不一定很 fashion， 我们不喜欢很贵很肤浅很表面上的，我们喜欢人情味，真的啦，不一定是狮子大家都喜欢啦，当然在台湾怎么样的人都有啦，但是普遍现象很多人很亲切很热情。但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台湾？不是因为万华吗？啊，不是啦，我跟你说吼，台湾缺电缺水，现在不能出门，外国人留在家，拍谁了？好吧，我不会再笑课皮，但是这个很好笑。我们还有地震，中国一直威胁我们，有台风，有马路上爆，我再准备一个马路上爆的影片，你想要我拍，在这集帮我按赞，拜托了。简单，看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呢，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国家，因为台湾人，虽然有时候你们会在留言靠腰，但是还爱你们哦。救命！喵！现在说实话，普遍现象，台湾人真的很亲切，所以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订阅我的频道。卡紧呢，而且是免费哦，台湾文化免费，一定要做啊！啊，随便你了，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不过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秘密，我本来有一段时间我才考虑。不要在我的房间拍影片，我已经腻了，我都想要在外面。然后呢，狮子去万华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这我不要出门啦，所以我才考虑把我的房间就盖一下，后面这个半子就是我的衣柜，然后在那些半子我会想要画一个 Damn I love Taiwan 的 logo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要刷墙壁啊，也会想要放这种隔音的海绵，这样我的声音会比较性感，你觉得呢？
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可以留言跟我说，或是你可以来我的 IG 来直接跟我联络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，一直都看我的节目。前一阵子我比较严肃一点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比较喜欢往正面的方向看，我比较喜欢乐天一点哦，还有靠背一点哦，要记得快乐哦。好嘞，拜，再会。宝贝，你好凶哎！我们要不要看商品？不要啦，宝贝抱一下。